炒饭很好吃。技术面带酱，我觉得是非常顶尖的，很贴心，很周到，应该会用很好的食材。很佩服他们可以把一个品牌做成这么的成功。把他们放在这样的环境，我觉得对他们是很大很大的伤害。身为一个妈妈，我希望不要这样子对待母亲。他们应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榜样，然后不要再去使用像是这样的养鸡场产生出来的鸡蛋。就是不会。鼎泰丰，请给我飞龙式鸡蛋。